Sure.小神君，又应付完一件事情。不是你故意把青云他们放进来的吗？贤善仙君历劫重归，这样的喜事，我要是有所阻拦，岂不是让他们知晓？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吗？不过，心中知道是一回事，亲眼见到，却是另外一回事。今天见到贤善师兄。 真的很开心。大泽山，所有的人都回来了，可是小神君您……真好啊！本就是我心中所愿。知道。小神君，主人！小神君，主人！小神君。 只剩下贤竹师叔了，偏偏只有他全无记载，想寻他，连个方向也没有。贤竹师兄上过青龙台，他原就仙缘动荡过，险些没有救回来，会不会是因此受了影响？青龙台，你知道在青龙台受过行仙力动荡的仙君，下凡历劫后会去哪里吗？青龙台，青龙台附近。 千年前缘起是这么跟你说的。奇怪，小师叔似乎千年前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叫我出去历练也是，叫我回来的时机也恰好，怎么都像是算到了我会在这个时刻接受大泽山掌门令，带领大泽山所有弟子回归一般。我问过云晴、青云，他们都是在梦境里受到了一位仙君的引导，得了契机才入了仙界。师尊也是这么说的。 看这个青龙台不顺眼了，今儿我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。仙竹师兄，住手！见过凤凰，多有失礼，此处交给我吧。 你谁啊你？你个嘛？青龙台那万年神石所铸，比你区区几百年道行想毁了它，你只会被神力反噬伤了自己。你怎么跟我梦里那个仙君说的一样？看来是得找个仙家好好修行了，才能了却我这个心愿。你梦里所说的那位仙君，是他指引你到仙途来的。哎，我也觉得他来头古怪，可是我又觉得他亲近。 他却师叔让我把他给忘了，还好我机警。青衣，贤竹师兄就交给你了。贤竹。